们的 T2 32号乡民的最爱，本土205长门32号吴佩嘉。哎，吴佩嘉要上喽。最后一个还没上场的球员，哇，乡民的最爱，是台版温本亚马，吴佩嘉现在上来了。温本亚马，拨打，那也是因为新来的洋将因为受伤离场的关系啊，他必须要上场时间比较多啊。哇哇哇，吴佩嘉拿到了第一个篮板，对，一上场马上就有一个篮板的演出，现场不断的在鼓噪。场上有三个上个赛季都是，有四个上个赛季云豹的阵容球员在场上。回家，回给到吴宏兴，外围比了一下，选择出手轻了。强啊！郑伟一对一面对吴宏兴，直接拔起来跳投得分。五毛也不攻了。这场球最后就是由台啤云豹114-88在过年前的最后一场球。是击败了台钢猎鹰。